你不是很喜欢吃泡泡糖吗？对，那今天我做的这个润唇膏的原材料就由你喜欢的泡泡糖，我喜欢这个味的，这个味的，也是有的。然后呢，刚才我看你有红色的这个口红了，所以呢，我帮你准备了红色的、紫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和橘黄色的，我要给你做这几个颜色润唇膏，怎么样？ 特别哦，特别棒！你每天一周出去以后，你可以每天涂不同颜色的润唇膏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？我真的是想象不到这个颜色到底涂在嘴上是什么样的效果，我们要不要先试一下？一会儿你期待一下。那么最重要的材料还有就是凡士林，因为你知道吧，凡士林的话其实还是无毒无害的，对，它可以涂在我们的嘴上做润唇膏，也可以涂在皮肤上做这个护手霜啊什么的，对，对吧？特别滋润。 对，所以呢，材料非常简单。那么现在你跟我一起做吧。好啊。不过现在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泡泡糖已经撕碎了到小碗里了，现在我们要拿一个小勺子，要舀出一勺的凡士林，大概这些就够了。然后呢，放在这个泡泡糖的碗中。那么现在凡士林和泡泡糖没有融合在一起嘛，所以我们要放在用手也可以，因为这可以很润手的，对，可以涂在手上。 防止我们的手的干燥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3分钟左右，让这个凡士林和泡泡糖融化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搅拌在一起了，很简单吧？好，现在我们已经从微波炉中拿出来了，对，碗还有点烫，对，现在我们就是要充分的将这个泡泡糖弄碎掉，和我们的凡士林融在一起就好了，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，搅碎搅碎，咚咚咚咚。 姐姐，我现在已经差不多了。我刚想问你怎么样了。我这个也差不多了。我们加色素吧。好啊好啊。我放绿色，绿色，做先做一个很特别的颜色。那我放紫色。都很特别。这个我记得是魔力姐姐万圣节的时候涂了一个紫色的口红。对呀对呀，其实还挺好看的。我这个绿色感觉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是黑色呢？ 没有关系，你把这个颜色就是搅拌均匀的话，就会看出了。是吗？哇，现在颜色也充分混合好了，好绿啊！我这个像芝麻糊。没有关系，一会儿呢，我告诉你一个将它冷却的方法。我们先将它灌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口红模具中。对。 把它一点一点倒进去。我现在和呼呼姐姐已经把我们这个放进模具中啦，芝麻糊放进去了，芝麻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放在冷藏冰箱冷藏室中10分钟左右就好。那我们在冷藏的这个时间，把剩下的这几个颜色做了吧。好好。
果果姐姐，我为你做的润唇膏已经凝固了，你可以试色了。我的嘴巴上的口红已经卸掉了。那么在给你试色以前，我想先在我的手背上先试色一下。好，看看它会在我们的手上呈现出什么颜色。你要试哪个颜色呢？要不芝麻糊吧。芝麻糊明明是紫色嘛。多像芝麻糊。你看哇，我们已经打开了对吧。手上咻咻咻，哦，好润的感觉呀，但是好油啊。它是润唇膏嘛，所以会油一些，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。但是现在就可能是不是我你涂多了，感觉是因为我们的泡泡糖没有完全。为什么还有泡泡糖颗粒的感觉？是吗？被我砸下来一块。太多了，试一下绿色。还不错不过还挺显色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知道放在嘴上是什么样子。但我觉得黄色和橘黄色可能显色比较差一些。橘黄色也还好了。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再看看黄色。黄色我有点担心。为什么这么软呢？这黄色有点心疼，是不是我们比例有问题？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能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有点化掉了呢？是按理说凡士林不应该这样。也对呀、你的嘴借给我，我要给你的嘴涂上试一试。涂点你可以对。涂嘴上还好是吗？是吧。来，你把那个上嘴唇给我，然后我决定把这个五个颜色都涂在你的嘴上。所以你就现在不要动啊。我要给你弄一个魔力姐姐的嘴唇作品。你是不是已经不敢动了？稍微有一点。张嘴。咻咻咻咻。下边啊。有泡泡糖的甜味儿，是吧？想要甜嘴唇。蓝橘黄绿，然后还缺一个黄和紫哈。好啦，最后一个颜色是紫色啊。紫色芝麻糊，你再看我一下。太美了，美到我有点不敢看了。我想要照一下镜子。你们说很成功吗？韩导成功吗？韩导成功吧。韩导为什么要加疤？不好看吗？磨坏。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们如果愿意尝试的话呢，还是可以直接把凡士林涂在嘴唇上进行一下滋润保护吧。像魔力姐姐这样做呢，还是不要做了。我感觉呢还是有点失败的。你想看是吧？我想看。一会儿呢，你看完以后不要打我就好啊。其实就是太润了。是，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那个比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？如果把它加固一些，感觉还不错呀。果果姐姐的嘴上都是油的感觉。倒是，我看看。果果姐，你不要看了。韩导，你为什么要给他看？你为什么要给他拿镜子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真好看呐！他牙上现在都变成五颜六色了。魔力姐姐快结束！宝宝，你笑一下好看吗？我不想笑。呀，黄牙、绿牙、绿牙、蓝牙、紫牙。不过呢，其实呢，这个比较安全和无毒嘛。但是小朋友们也绝对不要去食用它。对，可以不能吃哦。对，可以把那个凡士林呢涂在嘴唇上滋润一下，保护一下嘴唇就好。然后像我这样做呢，还是也不要做就可以了啊。大家看我做一遍就够了啊。下回我研究一个比较成功的口红再介绍给小朋友们吧。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吧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